第五课常用句。侪好怕用上了，侪是得希望工程得加的。比方福利待遇老啥哪能？先要有作为，再好有职位。侬的基本情况班浪向侪有了，现在请侬讲讲为啥要来应聘？这份工作顶吸引我是专业庞德龙，我四年大学，三年硕士，读的物事侪好派用场的。侬书读了不少，不过没实际经验。那也比我实际经验不够，搿没关系，我年纪轻，适应起来快，经验也可以积累的。哥，阿拉迭个勿是职业培训班，迭个一点侬要弄清爽。其他方面，侬有点啥个特长伐？我当过两家国际电影节的志愿者，做过翻译工作，另外组织过两趟社会调查，到云南特子安徽去考察，搿侪是得希望工程得加的。社会活动能力有点，迭能，侬回去等阿拉通知。哦。从侬提供的材料来看，侬原来的单位也勿推班，也有一定的职务。侬今朝来的目的是啥？阿拉单位搿腔体制转换，我想寻一个更加可以发挥自家作用的地方。阿拉公司确实需要侬搿能的专业人才，工作方面的要求侪可以满足侬。具体啥职务，㑚考虑伐？阿拉认为，先要有职位，最好有职位。侬来了以后，阿拉还要考察三个月，迭个是规矩。葛末其他方面，比方讲福利待遇咯啥，哪能？基本工资根据职务、职称、奖金看工作业绩。阿拉搿搭经济效益好，职工买房子蛮多的。如果侬要买房子，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补贴眼。好的，让我回去考虑考虑，那可以了解了解。阿拉过两天再联系，好吧？好好。重点词语：没、么子、一边、得加、推背。词语对照：浪向、上面、顶。最没没有绑得拢对口对得上么子东西最好都能怕用上用得上一逼闲弄清桑搞明白搞清楚汤次行找得嘎有关系特别差应该一点儿死嘎自己干嘛那么老萨等等扩充词语米斯九则招聘挑着操用自我推荐人才信息市场竞争勿景气企业合资独资国营上岗下岗